都是一手造成的，陪我一起共同见证这个这么历史的时刻。好，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佢阿 Y， 佢阿 C， 估唔到咁快咧拍摄第二条嘅爱马仕购物分享嘅影片，又去一次。第一条片咧就系我哋两个第一次入去铺头啦，当时我真系本住第一次，亦都系最后一次嘅心态入去买嘢嘅。不过所谓咩啊，世事难料啊嘛，所以咧今日我要分享咧爱马仕嘅成魔之旅，系啊，系心愿达成之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第二次的購物我是有多幸運買了什麼，還有入手了我人生最貴的一個銀包，我們要看下去。好，今天我來陪襯的去片。話說上一條片沒有提到，當我買完所有東西之後，其實個 SA 就超級好人，他就主動給了他一張卡片我，當然要好好地把握這個機會。不過呢，在我約了他的前幾天發生了一些很難以置信估不到的事情，就是我的朋友仔旅行的時候就幫我買了一些海綿的這三樣的單品，我想買的 accessories 但是買不到的，所以我才叫我朋友幫我去留意一下。結果就真的咁啱啦，有我 size 啦，同埋有我想要嘅顏色。即刻開一開第一個，噔噔，就係、是、個銀戒指啦，係一個好 popular、好人氣，係啦 ，signature 嘅一個珠幣戒指啦。咁好多人咧都會買呢一個入門嘅，因為呢一個 CP 值咧係好高嘅 ，around 3000多蚊，但就可以買到一個925純銀嘅戒指啦，仲要靚啦，跟住戴上去都好舒服嘅。個銀咧又係啲超靚靚嘅銀咁樣啊。可能你會問點解會買到啱 size 咧？因為我上一次見到 SA 嘅時候，佢會幫我度一度個 size 先，真係有呢個40。明啊！再好彩啲咧，佢就幫我咧買埋我上一次去鋪頭，你記唔記得我買唔到啲咩啊？記得咧，我都預咗佢咁講噶啦。耳環一對噶，咩色啊？記唔記得我想要咩色啊？玫瑰金啊，金啊，啲人啊，白色襯玫瑰金。Mini Pop H 佢亦都係好人氣嘅款啦，咁又俾佢幫我買到，所以真係覺得非常之好彩啦！大家都有機會估到呢一個長長地嘅盒仔係乜嘢啦？知道頸鏈啊？頸咩鏈啫？上次咪買咗咯，再買咯，係冇錯。呢個咧就係再買嘅一個卡 holder 啦。如果大家有印象喺我上一條片咧，見過一個奶色白 Calvin Duo 嘅，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 Calvin Duo， 不過佢嘅顏色就係大象灰啊，超靚嗱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呢條嘅，因為上一條片咧我都講咗，我本身入去咧其實根本就係想揾大象灰嘅呢一個卡好靚 classy， 咁但係當時鋪頭冇啊嘛，只不過見到奶色白又啊好靚喎，個實物都冰冰地同埋有自我嘅說服啦，大家記得啦。我用完咗之後咧，即係我又覺得嗰個大象灰其實係好嘅，係啦，如果有啊嘛，咁點知都係有啊嘛，咁我就覺得要買埋咯咁樣。我諗住一次過買曬14個顏色，都係嗰個容易襯衫啊嘛，我超級開心。咁你嗰個白色飛喺邊？白色嗰度俾咗有心人啦，當然又冇話真係要襯衫咁誇張，要有兩個呢啲咁嘅卡好彈嘅，但係嗰個真係靚嘅都，只不過我本身係一個比較粗魯嘅人，同嘢都唔係啲好細心嗰啲。其實我係比較斯文嘅。不是咯，佢係粗魯嘅。唔係，所以心得嘅話咧，我會穩陣啲啫。係，我又唔使咁啊，好呵護鼻子咁樣。買嘢總係有佢嘅。唔係 ，OK。我可以去鋪頭咧，就已經買咗呢三樣嘢咯。咁我自己就好擔心死啦，會唔會啲好運已經用盡咗喺呢一度咧？就呢啲咧係我本身諗住再去揾 SA 嘅時候再問佢有冇嘅嘢咯。我未去已經買到曬，咁所以我就要諗其他啊，我應該去嘅時候買啲咩？即係有冇理由你特登約咗去又唔買嘢咁樣？似乎咧就出現咗以下嘅東西啦。入到鋪頭啦，就係等咗一陣嘢，因為 SA 就超唔好意思啦，亦好好笑容咁樣咧就走埋嚟 ，hello， 佢同我講咗咧就係話、啊，你哋上次咧想要嗰支香水翻咗貨啦，我亦都幫你哋留起咗。我完全冇諗過，明明講話有就收冇就算啦咁樣。係啊，非常之貼心咯。就係呢、這個 Y 咧，呢一支係佢用完嘅啦，新個之後未拆，咁我哋就唔拆住啦。呢一次嘅 appointment 其實都有幾個目的嘅，一樣嘅。到大咧都有諗過買，但係我嗰時冇去研究過要幾多錢或者乜啦，但係都好靚嘅一個首飾。張親就是這個，都唔記得咗，係 Mini Kelly 嘅金扣啦，同埋金鐘飾皮嘅一條手帶咯。人哋分享咧，網上都好少提到呢一條嘅手帶，好靚喎。係啊，咁但係一路細個嘅時候想要想要，咁到大個嘅時候就有機會買咗，可以擺喺公仔度咁樣咯。唔係擺喺公仔度咯 ，OK？ 咁樣，我自己覺得好靚咯，好加分咯，即係人哋著一件 T 恤好簡單，跟住襯呢個就好靚。如果有男裝，我都會買。係嘛？嗱，你自己都中意啦，新亦都有出一個係 Kelly 嘅款咯，纖手啲咪就係呢個咯，即係比較
你講唔到落去啦，講錯嘢。咩叫大型少少？總之佢有個 regular 嘅款嘅，後咧會大啲啦，條帶會粗啲嘅，咁就細細個嘅，超靚。第一次咧就獲得呢一個定杯藍 Hikuten， 當時就買咗呢一條比較粉色嘅 Twilly 去襯佢啦，咁買多一條咧做呢個手柄去保護佢，已經係 cap 咗圖噶啦。咁我就 show 俾 SA 睇話，我想要嗰條啦，係冇嘅，真係好好，就即刻話想要呢個圖案咧，應該都仲有另外一隻色嘅，但係話要入個倉度抄喎，深藍白色系嘅一條 Twilly。其實我好中意呢一個 pattern 啦，佢上面咧係有啲馬仔啦，即係馬車啦，跟住又有啲星星啦。咦啊，你睇啲，想要粉色，但係佢冇。不過深藍白咧都 OK， 因為都襯到個淺藍色嘅袋咯。自己覺得唔需要買，每個人都唔同啦。我講有啲係一樣嘅，一樣嘅，係啊，兩條都係同一條，差唔多。佢話覺得要跳少少喎。係咯，即係個個都係咁嘅時候，不如出眾啲啦，或者有幾出眾。SA 咧，佢去抄呢一條嘅時候咧，你記唔記得我同你當時有個對話？我哋係喺呢個絲巾布嗰個櫃嗰度啦，跟住冇錯啦，我就指住咧當時喺個櫃上面咧有一條頸巾，烏冬冧嗰啲嚟嘅。我同我媽講啊，如果買條呢啲好唔好咧？因為 100% 嘅 cashmere， 你記唔記得你話？唔記得。可唔可以試下諗下？俾啲力諗下。我香港用唔到啊！係啦，而家近年嘅天氣咧都唔凍。根本都用不到呢啲頸巾，所以咧翻嚟之後，我就淨係要咗呢一條，就話啦啊，你仲有冇啲咩想要啊？呢條友咧，佢突然之間出聲啦。我睇 scarf。冇錯，呢個就係美麗的誤會嘅開始。我就唔知做咩事，好主動就話啊，你係咪想睇條 scarf 啊？咁樣啦。Hermes 嘅世界裡面咧 ，scarf 咧就係佢嗰啲絲巾咯。但喺我嘅世界 ，scarf 係嗰啲頸巾啊嘛。係啦，阿 Y 想講頭先我指過俾佢嗰條 cashmere 嘅頸巾，但我 get 到佢所講嘅 scarf 咧，就係喺愛馬仕世界裡面嘅絲巾。多元宇宙唔係，佢哋真係叫 scarf 噶嘛？咁我下叮一聲就覺得啊，係喎，不如睇下啲絲巾啦，因為其實我一早咧亦都係收藏咗一啲絲巾嘅 wish list 嘅。咁就係自己想。係我今日開個電話俾個 SA 睇，我睇下會唔會有啦咁。啊有啊有啊，呢條我哋有幾隻色添啊！佢就去咗攞，阿 Y 就走埋嚟就話係咩絲巾啊？你頭先話 scarf 嘛？佢話我講嗰條喎咁樣，跟住灰色嗰條啦。我話唔係啊，搞錯我愛馬仕嗰啲 scarf 係絲巾啊咁樣咯。暫時咧已經洗濕咗個頭，又染落去啦。我都中意嗰條絲巾嘅，特別當 SA 咧出嚟之後咧，就我係挖然嘅，因為冇諗到佢個圖案咧真身係咁靚嘅。佢一條90×90嘅絲巾嚟嘅，睇到啦，顏色係非常之繽紛嘅。最 catch 到我嘅眼球咧，其實喺呢件衫上面咧，好得意咁樣坐住咗一 pair 情侶咯，就一男一女喺呢度咯。我就覺得大家都知啦，我同我媽都就係結婚，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喺度幻想，覺得係我同佢咁樣咧，所以就覺得我應該要買咯。有個人仔喺度咧伴奏啊，喺度彈呢個小提琴啦，隻馬冠穿住件衫咯，跟住呢邊咧就係個馬頭咯，嗰只好似鳳凰咯，你只神鳥鳳凰啦。好喜慶啊，都有噶，所以我覺得，咦，好有意思啊呢條筋 ，OK， 咁我覺得好似買都唔得啦，見到都話靚噶，係咪？即係我都有問你，係繽紛啲衫啊，剩啊，係好素色噶嘛，不嬲都一搭上呢條筋咧，就即刻出曬啦，即係就好大好大嘅一個點綴，買咗咯，靚咯，買咗，靚係咪先？絲巾除咗可以披喺個身度之外咧，佢仲可以係做 decoration 嘅，咁有好多人咧都將呢啲咁絲巾咧掛喺牆上面啦，已經好似一幅畫咁樣，超級靚。好靚喎！珍而重之。大致上咧，我第二次入去買咗依堆嘢啦，嚟到我哋嘅重頭戲啦。唔係啊，係喺香港嘅專門店度入手嘅。同事咧咁去日本玩，順便幫我睇下會買到啦。結果咧，超級無敵爆炸，好彩俾我買到。就係呢個啦，人生最貴嘅一個銀包。見唔見到啊？佢眼係冰緊嘅，佢一直喺度講。係咩？有咩？因為呢個真係超級難遇到啊！到步咧去咗兩次專門店啦，係冇嘅。算啦，有佢我唔到就算啦。你果佢最後一日翻香港之前，有咗次，就俾佢遇到。噔噔，眨眼啊！噔噔，大獎杯啊！攞個大獎杯啊！你係襯咩啊？金 H 球最特別是搬呢一個銀包款咧，佢係用 Epson 皮啦，或者係山羊皮嘅。但係呢一隻咧，嗰隻皮叫做 Madame 啊，比 Epson 皮更加之細膩，放落去好挺身嘅。但摸上去咧，佢係好 soft 嘅，產量係非常少嘅。遇到嘅話咧，係必入嘅。而家就係做緊呢個開光嘅儀式啦。邊咧就係拉鏈位啦，咁樣跟住後邊仲有個卡位咁樣啦，紙幣位嘅咩啊？好實用啊！係我未講完啊，好實用。咁右邊咧就係有5個卡槽啦，另外咧仲有1個呢啲擺 cash 嘅位置啦，或者擺其他臨枕嘢啦。咁中意睇佢側邊啊，邊咧係有一個厚度喺度，係你可以放好多錢入去啦。但係咧佢厚得嚟咧，當你冚埋嘅時候，
佢依然都係厚中帶薄，好薄㗎，薄中帶厚，冇錯。即係佢咧叫咩啊？麻雀雖小，但係五臟俱全咪呢啲咯，即係佢。即系你又想讲咩啊？嗱，即系咧佢咁细，但系咧佢捉到嘅嘢好多啦，系唔亚杂啦，因为佢好薄啦。我最开心咧系放落去我啲精品袋啦，前分享过嘅 Selena Chanel 嗰啲袋咧，全部啊都入得落去啊，会话放唔落啊，因为我啲袋本身都唔系话啲小费包嚟嘅，一条田咁样啦，佢都放到落去，好难放唔到啊！哇，咩啊？同埋咧系唔会见到佢突出嚟咯。咩啊？好多袋而家都放唔到上面包噶，啲袋胶袋都可以袋到呢个啦。唔好講啦，係再更加加分，係佢可以擺到曬我落去我所有嘅袋嗰度啦。頭先嗰個卡 holder 我哋比較都係大丈夫，但係咧喺唔同嘅皮上面咧，其實練出嚟嘅顏色都有些少嘅分別嘅。Madame 皮咧係超滑啊，嗰粒感係比較低嘅，唔係話好大粒。Epson 皮執粒粒係大啲嘅，你試下。誒咩小白鳳啊？唔係呢個係真係啊！你望下，你望下，係咪 ？soft 啲啊？係啦，係硬身喎。但咧肩挺得嚟咧，佢係鞋身啲咯，可以企喺度，你睇下 ，perfect。OK。仲要是不同皮喎，這些真的可遇不可求。你又不知道想什麼，我沒想什麼，漂亮啊，全部都，所以今天的加分就到這裡了。是沒錯。至於會不會有第三條片的出現呢？我不敢說，我上次都說不敢說的，都是那句啦，有能力範圍的，自己開心的那就買一點點，這樣開心，但是真的不要硬去買啊，或者怎樣。喂，你做什麼？喂呀，爛的，為什麼這樣都扣不到，即系咧，好烦。好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咧，我喺一个月入边咧，就想要嘅嘢咧，都系愿望达成咗。希望呢个好运都 keep 住有啦，就可以再分享多啲俾大家睇。与此同时咧，都系要储翻多啲钱，搵钱，冇错，搵钱同埋储多啲钱先。学阿威话斋，钱变成我喜欢嘅模样，系将钱变成喜欢嘅模样。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Bye bye。想要另外一条90×90的丝巾咧，有买嘅，唔系啊，嗰、那个唔系嗰、那个。